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第六节，嗱呢个头先我哋讲个焦虑就即系呢个正正就系嗰个问题啦。嗱咁嗰个焦虑系咩咧？就系、是、克林顿嘅呢个希拉里啊，就系佢当佢做第一夫人嘅时候咧，佢曾经就试过通灵嘅。咁呢个就由一个名记者爆出嚟嘅，就系而家爆紧啊 Donald Trump 佢淡化咗呢个疫情嘅名记者 Bob Woodward 系。他就即係直接得到一個資料，就係咧，阿希拉里佢當做佢做第一夫人嘅時候咧，佢喺白宮入邊做過兩次，起碼兩次通靈。嗯哼，通靈嘅對象喺邊度咧？就係、是、第一個就係羅斯福夫人，第二個就係甘地。咁呢、件事係點嚟咧？咁樣嗱，呢件事咧就係佢亦都有個師傅嘅，呢個師傅係叫 Gene Houston 啦。呢個未死嘅，呢個係一個相當之著名嘅。而家你喺Facebook 入邊，你仍然即係你可以。即係接觸到佢哋嘅，咁佢係專搞啲咩咧？就搞啲所謂呢個人類潛能嘅活動啊。嗯哼。咁呢啲好賺錢嘅，其實就係即係點樣咧？就啊嗱，你咧就覺得自己好冇用啦，你覺得自己點啦？嗱，我教你，教你點樣建立自己嘅信心，教你點樣去發揮自己嗰個潛質嚇。嗯哼。咁呢一類喺美國咧就快過豬蹄嘅。嗯。咁但係呢個咧就有啲料到嘅，因為點解咧？佢識嘅人啊，相當之多啦。其中一個咧就阿紀圖同我都讀過，即係深入研究嘅著作，就係、是、Joseph Campbell，即係寫神話結構嗰、那個。咁、我睇佢嗰個路數都係近乎呢個榮格嗰類嘅心理學嚟嘅。咁佢係有一個比較強嘅學術背景啦。咁咧就嗰、那個即係、就是、通靈嗰個做法咧，咁如果係好寫出嚟，咁大家一定係笑啲佢啦。咁大家而家睇到呢度咧，就喺個紐約時報嘅話，嗱，其實我哋唔係通靈嘅，我哋係將我哋嗰個做一個即係所謂 role play，我哋去扮一樣嘢，就係、是、令到佢進入一個某個人嘅心理狀態。咁呢個人咧，用一個方法去講，係即係上身啦、啊，文米啊，喺羅斯福同金地，文米啊，唔係羅斯福個老婆，羅斯福嘅夫人。啊，羅斯福夫人，羅斯福，因為佢係第一夫人啊嘛，佢又揾羅斯福，佢揾羅斯福夫人。OK， 係咁啊，又揾埋金地喎，係啊，金地啊，咁佢個解釋就話咧，當其時咧就希拉里咧就處一個咧就。好差的精神狀態，即是他要透過一些的即是做法令到他能夠找回他自己的定位，即是狀態，因為他受到很多抨擊，他覺得受到很多抨擊，因為這宗案子不是，還是什麼？是之前，即是那時的，那時，就是說，因為為什麼呢？他老公有什麼？有外遇，那個時間就應該喺佢老公爆呢單嘢之前嘅，但係佢老公有外遇呢個就即係我諗佢一路結婚佢都知嘅啦。咁兩個嗰個婚姻嘅維係其實係一個政治婚姻嚟嘅，即係大家係需要喺政治上大家有呢個結盟，咁所以先維持翻。如果唔係就應該神早離咗婚嘅啦。同埋佢老婆好火爆噶嘛，佢老婆就都係強者嚟嘅咩？係啊，強者嚟咁啊，試過咧一嘢車埋佢老公塊面度噶嘛，即係揾個聖經啊。有嘢掟落佢個頭度啊嘛，咁所以都係老虎乸嚟嘅。咁但係因為當其時可能阿卡林頓自己本身咧都受到好大嘅政治嘅一啲批評啦，特別係嚟自佢即係嘅政治對手啦。咁阿希拉里就感受到一個空前嘅壓力。咁空前壓力咧，佢就尋求一啲人嘅幫助。咁其中一個幫助咧就係呢位，咁佢就醒條橋俾嗱你扮下扮下。好似你好似見到阿羅斯福太太咁樣，或者見到金地咁啦，你就可以抒發到你嗰個嘅壓力啦咁樣。係，即係將一個玄學嘅文藝嘅形式咧，就變成咗好似嘅心理嘅治療。係啦，NLP 嚟喎，係啊 ，NLP 有啲講 NLP 嚟㗎嚇。
咁啊，基督，你覺得佢係通靈啊，定係還是真係心理治療？啊，咁我又想聽聽你嘅細節，咁只係可以嗰個分析得到。係啊，咁啊，就呢、這個係後邊呢位朋友啦。咁佢喺美國都係好著名㗎啦。而家你揾到好多揾到好多佢哋嘅書啊，佢上 Opera 度。咁佢教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我哋要做一啲嘅心靈遊戲 mind games。嗯哼，係。即係我哋要，譬如話，我哋要即係離脱離我哋自己嗰個固有嘅想法。嗯嚇。唔好咁死咕咕咁樣。唔好咁死咕咕，係咪啊？嚇。同埋就係我哋可以喺嗰個古人入邊嘅人物入邊。係。我哋去揾翻我哋自己嘅心靈嘅某一個嘅一啲元素喺度。係。咁呢個講話其實同卡翁嗰個係好似。係。就係咩咧？嗰個集體潛意識嗰度啦。嗯哼。咁佢揾個譬如古人嗰個嘅角色咧，佢唔一定係歷史人物嚟嘅。嗯哼。可以係神話人物嚟嘅。係。譬如我其中一個舉個例子就係呢個Odysseus 咯。嗯哼。係。即係嗰個木馬屠城記嗰個主角咯。嗯哼。嚇。嗯，咁譬如你揾咗之後，咁你再去神交佢，嗯，即係你同佢一種接觸，嗯，咁你就可以揾到一啲資源嘅。係，呢個就都係 NLP 嘅嗰個叫 mapping 啊，即係你嘅嗰個人物嘅嗰個架構，同一個古人或者一個虛擬人物，因為嗰個虛擬人物咧，如果佢來自你小説人物得㗎，得小説啊嗰啲，你咪孫悟空啊嗰啲都得㗎，神話嘅嗰個都得。你因為佢主要咧嗰啲人物嗰 character， 佢有一個框架，即係佢嗰個嘅命途係記載咧。你嗰個咧，你可以將你自己嘅命途同佢夾埋。最緊要一樣嘢，嗰樣嘢唔係一定要真㗎。係唔需要真嘅。唔係一定要真實發生過嘅。係，總之佢有一個系統喺度。有個系統喺度。咁你去即係投入咗呢個系統，你喺入邊咧就係佢又遇到困難㗎嘛。佢遇到問題，佢又點解決㗎嘛？咁你咪可以根據佢嗰種咁嘅即係精神狀態、嗰種價值觀、嗰種咁嘅方法。解決你的問題咯。咁你依個如果你想知多啲咧，就好似頭先阿台長話咧，我同佢都因為研究戲劇咧，就一定會讀阿 Joseph Campbell 嗰個《千面英雄》啊。咁啊，呢個即係《The Thousand Face of a Hero》咧，佢講即係每一個人物，佢去到一個叫都有嗰叫領導級啊，或者帶你向前嘅嗰啲地位嘅嗰啲人物，你只要咧你。用一個叫 mapping 的方法你就會代入到佢，同埋用心理學嘅裡面嗰度咧，大家一起融合咧，佢會解決到。有時用一個叫心理治療咧，就都係發揮到一種叫療愈嘅作用嘅，係啊，呢個過程係唔係好複雜嘅？即係你睇書嗰度都有提出咗呢種過程。咁啊，當然啦，咁啊呢位姐姐咧，就佢最叻咧，就係佢。能夠指導你係點樣去參與呢一種咁嘅過程，佢點樣去做嗰個儀式？係啊係啊，嗰個方式嘅其實又都唔係咁儀式嗰啲咩，即係心理學家嘅嗰種療程嚟嘅，而家已經變咗係。不過係咁樣，佢哋都提到就係呢一種係一種所謂神秘學。嗯哼，係。就係佢可能相信應該參加即係古代嗰啲神秘宗教啦。嗯哼，係。譬如話佢哋去做一種儀式。咁個儀式係咩咧？咁我其實冇人知噶嘛。但係好多時咧，呢種儀式傳出嚟就話咩？就係同神溝通，同即係超自然嘅力量溝通啊。咁你進入咗某一種狀態之後咧，咁跟住咧就你會譬如見到某啲嘢啦，或者你感覺到某啲嘢啦。咁嗰啲嘢就會醒啲嘢俾你啦。咁喺古代就有呢種咁樣嘅，喺希臘就有啦，喺埃及亦都有啦。咁所以佢寫好多書，其實都係涉及到呢啲，譬如啲 Isis 啊、Osiris 啊呢啲咁樣嘅嘢。係，即係呢個都如同中國嘅嗰個神塔，即係嗰個方式都相近嘅。個問題就嚟啦。咁希拉係咪真係試過通靈咧？咁到而家都。即係冇一個確切嘅答案嘅嚇。
但係佢俾人爆出嚟嗰都好嚴重嘅，因為佢喺白宮裡面做呢個儀式啊嘛，喺白宮入邊搞，係啊係啊，咁啊白宮唔係一個叫普通嘅一個地區嚟噶嘛，嗰、那個係啊，同埋白宮係有鬼噶嘛，阿林肯只鬼，係啊係啊，咁啊所以佢呢個係始終咧都係一個新聞嚟嘅，如果我哋咁樣搞嘅時候，係啊，咁啊有冇個結果啊？唔係個結果好簡單，佢真係做過呢樣嘢啊嘛，佢亦都揾嗰啲師傅去做啊嘛。啊，就係俾人爆出嚟。係俾人爆，咁呢個肯定係真嘅，即係佢做過呢樣嘢。咁但係嗰樣嘢係咪叫佢通靈咧？咁就大家用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標籤佢咯。佢哋就話佢喺呢個人個角度，嗱我哋唔係通靈嘅啫，其實我哋 crossfit 嘅啫。係啊，依個而家我諗越嚟越多添嘅，因為 NLP 咧，佢最主要咧。有一種叫嗰個依個一個，我覺得 NLP 裡面咧，佢用好多嗰種療法啊，心理療法咧，的而且確咧，我覺得佢用多咗好多以前依啲叫古老嘅一種方法嚟嘅。啊，以前咧可能喺心理學嗰陣時都唔引入，都唔會太過掂嗰樣嘢，因為佢嗰個技術咧牽涉到咧有一種咧即係嘅而家都未了解嘅。譬如你剛才說的叫做是合體上身 mapping 那件事，它已經做了一個這樣的方式出來，事實上就有那種作用，一是你即入到它的 mind， 即找到有很多方法，或者它要解決一些問題，就入到一個古代的那個人物裡面，就解到一個相近的一些問題。譬如它遇到同樣的接近的問題，咁你咪投入呢、這個即係、就是、古人嘅心態入邊咯。係啊，佢收尾佢點解決呢樣嘢？咁你跟住佢去做嘅時候，你咪亦都可以解決到你自己本身問題咯。咁啊，同埋我諗佢點解咁出名咧？佢都已經當時可能就係NLP 都唔係話咁實行嘅時間咧，佢就都已經有呢一種咁嘅方式出咗嚟咧。同埋有一個叫做係，因為通常你入去呢種方，即、就、係、是、用呢種方法嗰時咧，就有個擔心嘅後果啊，就係、是。你揾咗個請咗個嗰個人唔走，但係佢唔走嗰時候就出事㗎啦。即係你要有一個叫做係，即係再 delete 咗佢，清洗翻嗰個過程。揾得佢咧，其實呢啲就係即係好呢樣嘢就好純熟㗎啦。係，佢冇講俾聽啫。嗰啲低水平嗰啲咪請咗嚟走唔到㗎嘛。啊，咁咪賴嘢咯。請得嚟就走得㗎啦。即係呢啲係好高水平嘅，即係佢到而家都係。即係相當之賺錢嘅，咁所以佢唔係叫高水平啊！佢真係叫做得到，可能有時你命水問題嘅，有一隻咧就冇甩咗，咁你就出事噶嘛。係啊，係啊。咁啊，咁嗰個基本上咧，即係我諗好多時有有一個方法咧。咁我諗咧，即係一個人或者你講話阿希拉里嗰個時期。他的心理即有個困惑，他要去解一個即自己用理性即不能夠解決到的，我想不止困惑了，那是危機的，即已經去很大禍了，那就不知道怎麼辦，那他一直都相信的，即一直都有即看看這些書，接觸這些人，那就去到這樣的關頭，很自然要找些幫手，他不會找其他人幫手的嘛，這樣來去解決那個問題就你會睇到，其實你當你講到呢個時刻嗰陣時咧，你就已經提及咗一個好關鍵嘅事情咧，就係、是、我諗今時今日好多即係在位喺啲高職嘅嗰啲人士咧，佢去到其實嗰啲咧就面對嘅困難係最多嘅，因為唔係淨係你自己嘛，譬如話哦，你係一個即係基層嘅你有問題就可能是你自己和你家庭啫，而家我唔係嘛，講緊如果撳一個掣，可能死幾千萬人咁，嗰啲人個精神壓力其實就好大嘅。係，佢有陣時佢當佢要解決一個咧，佢自己咧即係難於決斷嗰陣時咧，就想揾一個好似頭先我哋都提及嘅，就係佢想揾一個好嘅成果嗰陣時咧，佢會不得不冒險咧，嚟用呢啲方法咧嚟去解決呢個問題，攞嗰、那個。佢預期嘅好嘅成果咁樣啊，咁咧就依個咧就牽涉到咧，即係要解決嘅現狀嘅問題咧，同埋咧就亦都有陣時會好似就係咧開頭講咧，就要請一啲人咧就等佢咧可以幫佢咧就解到未來佢會面對嘅嗰啲問題。嗱，調翻轉咁啊，預言嗰樣嘢就嗱，譬如啲人咧，佢又產生作用，佢又冇嗰種咁嘅壓力嘅喎，即係佢噏啫嘛，係嘛？佢叫你點點點。咁啊，到期時係你孭鑊，佢唔係你孭飛啊嘛，所以嗰啲人又
在冇壓力之下，佢係可以真係俾到一啲 advice 出嚟嘅喎。你話呢啲係啊嚇？有啲有啲咧，就係可能佢咁心捉你過去，佢知道你有咁嘅能力，做完之後咧就清理咗你，即係咁樣㗎，係啦。你唔好以為佢好似好寫意咁樣樣嚟嚇。咁啊呢啲啊古代裡面嘅嘢咧，嗰啲收藏嘅係嚇，邊個睇錯日日食月食嗰啲就要斬頭㗎嘛，係嘛？好啦，呢一節咧又結束下一節翻嚟，即係最後一節嗰陣就講講呢個正邪大決戰，即係我關鍵要講嘅嗰樣嘢。我認唔認為真係正邪大決戰呢樣嘢啦 ？OK， 好。